So, 我姓李，我是 Joe 的 DA the owner。这次上来呢是上来的 Flash 的 office， 主要就是最近的 Flash 拿到 SHIPBA 的一个 award。他们为了 celebrate 他们这个 award 呢，所以特别举办了一个抽奖。所以我这么巧就是这个大奖的幸运儿。我们当初从2018年开始是拿到锁匙之后，我们就把我们的 unit 交给 Flash 管理经营。当初我们决定用 Flash 的时候，因为我们觉得 Flash 给我们的条件是比较优渥的，是比较好的 compared with 其他的那个 operator。然后我们也觉得跟Flash 的人交谈之后，我觉得他们的 management 也比较亲切，那比较作风我们也认为他们会比较 flexible。 自从2018年交给 Flash 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将近四年了。所以这四年里面在 MCO 的时候，Flash 也是给我们很好的支持。虽然那个时候生意很不好，所以可是 Flash 还是继续的坚持做到他们最好的。然后我们也觉得Flash 的在这四年里面不单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return， 所以他们不单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return， 他们也可以在帮我们 manage 整个 property 方面帮我们做得很好，就是帮我们 settle 那些 management 的 maintenance fees 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帮我们 settle， 这是令我们很满意的地方。比较我们其实很喜欢的就是 Flash 的 management 跟我们 owner 之间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然后他对他们的那个 policy 是很照顾 owner 的。虽然他们是讲也尽可能的把 Flash 的那个我们的那个 renter 做到最高最好的 return， 尽量做到最高最好的 return。在照顾 owner 的那个方面呢，他们也尽量 fulfill 我们 owner 的一些度假的一些需求啊，所以是我们需要在他的 book 多几间的那个 unit， 他们也是能够尽量的满足我们的那个需求。我觉得的说、有了好像的 Flash 这样子的一个 service 啊，说、我们如果是我们要投资的话，我们可以不用担心的那个，不用去担心要怎样去处理他们的那个 property， 所以他可以 Flash 这样子的 property 可以帮我们的 manage， 所以不单是能够帮我们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 return， 他们也可以帮我们把 property manage 好，也能够让我们的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到我们的 property 去吃吃风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了这样子的 service 啊，所以以后的 investors 可以不用担心，可以投资多几间。谢谢 Mr. Lee 过来这里，跟很幸运 Mr. Lee 呢今天就是赢了那个iPhone 最新款的金色的 color。OK 了， right. 我们今天就送给 Mr. Lee， 谢谢 Mr. Lee， right,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right. 好。